嘿，hey, 大家好，我是雨墨。突发一条消息哈，就在刚刚啊，香港艺人何韵诗突然被捕。这个香港警方的关处今早呢，呃，二十九号啊、呃，拘捕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六名高层哈、啊，指他们涉嫌违反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。其中呢，这个立场新闻的前董事香港艺人何韵诗呢也被捕。呃，何韵诗稍早在这个脸书上呢证实了，今早上是六时呢。 在自己的住处呢，遭到香港警方的拘捕，啊，被带往了西区的一个警署。啊，何韵诗呢原定是九月，是今年九月六号起呢，在香港要连唱七场的名为《你尚未成为》的演唱会，但是场地呢无预警的多次被取消。然后当时他坚持要办线上的这个演唱会，并表示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继续唱下去。 啊，他原本将在明年的一月二号呢举行这个线上演唱会，那如今被捕呢，这场演唱会恐怕就将会被迫取消了。 何韵诗呢是七七年生人啊，出生于香港，十一岁呢，随着这个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，并取得了加拿大的国籍。其实呢，他现在是拿着这个香港永居的加拿大人哈、啊。一九年的反送中运动呢，何韵诗作为这个泛民主派人士呢，参与的政治活动比较多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很出名了。其实呢，早在二零一四年呢。 这个何云石就经常为香港和台湾的政治议题呢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支持台湾的啊、呃、太阳花运动，然后一九年呢占领这个香港的立法会。 啊、呃，然后呢，他又去过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发过言，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是 “I'm not Chinese, I am a Hong Konger”，对吧？后来呢，也去过美国的国会啊、呃，反正他参与的政治活动还挺多的。所以说呢，他早就失去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，中国大陆的音乐平台呢也无法找到他的任何的歌曲。自从这个香港设立国安法呢，何韵诗就第一批上了这个黑名单啊。 一九年之后呢，他好像就离开香港了。我想，只要他踏入香港的土地呢，土地呢就极可能就被国安抓捕了。那看来今天这个还是真的被抓了哈，这条消息啊。好了，就是一条突发的新闻，跟大家播报一下。呃，看看后续会是怎么样，雨墨会及时跟大家更新呃他的相关新闻。雨墨讲新闻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